仆街，你做乜嘢啊？我们的秘法天赋启发了我们。看起来好好吃。架子上的东西多花点钱。体验我的味道。结束的时候到了。
好可爱的表情。金融界。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时间不等人，架子上的东西。你起到报应了，你起到报应了。为龙爷，我认输。我没多少时间。神铁矿坑是我的。死者会听我号令，价格差不多了。
之名征服一切吧。真是恐怖的错误，我的手牌满了，所有的生命都会终结。我的骨头可以啃了。
你对我们来说还有用处。失落之子，让我自我介绍一下。